古老的诗歌，隽永的旋律，由好消息电视台与 IM 行动教会共同举办的经典诗歌之夜，6月29日在台北信义区举行，包含了 Live Band 管弦乐团以及诗班共29人组成的敬拜团，演奏了21首古老经典诗歌，现场吸引了将近700人聚集聆听。磐鼎教会主任牧师庄信德在信息中分享时提到：“你说主，我有盼望。”若不是基督的工作，基督徒的盼望是空的。感谢主，历世历代安慰的诗歌在今天要继续发动在我们生命里头，使我们真知道基督做成了工，在他们的身上基督做成了工，也在你，在我们生命里头。你预备好遇见真爱了吗？由信义会台北真理堂大专牧区主办的真爱营于6月29日至7月1日在关西富来度假村举行，约有200多位年轻人热情参与。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林玉杰讲师以《真爱与蒙约》问说：“爱与性对你个人的生命来说重要吗？谁希望自己年老回首时人生是后悔的？”他表示：“爱的真谛就是爱的能力。”培养爱的能力与效法真爱的榜样是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。此外，台北真理堂前分区长陈建宇表示，先定方向再定对象，并引用箴言29章18节说明，进入婚姻前需要有清楚的方向及目标，更重要的是让神成为你们婚姻与爱情之间的保障。最后，前分区长陈建宇也说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跑也跑不掉，要相信也要知道，真爱是值得等待的。以上新闻由国度复兴报记者编辑播报。